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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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会画画吗？你们会不会画画？因为他一个家境也是马来西亚人，对啊，如果你们用一种就是马来西亚的这种沟通，你这样子大概画一下给他，他应该会知道吧？试试看，可以的。可以啊，你可以啊。请问你们主本科业是念什么？新闻系可以，新闻系可以，新闻系还那么害羞啊？对啊，新闻系吗？哦，我觉得其实你是最沉稳的。对，我觉得你是最沉稳的，你是最冷静的。这位同学，这位同学，你要谦虚，不要谦虚。这位同学，你过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看好你。我也是觉得他可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心怡。好，我跟你说，心怡，跟着我这样。放心，你这样放心，放一下，放松，放松一下。好，等一下，放松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那道菜的重点画出来给我们。就照我们一开始逻辑啊，就是看这个人会不会画画，然后就开始跟他聊天。我们来以貌取人。对对。地主队没有这么大的优势啊，没有这么大的优势，对啊，你确定吗 ？OK 的 ，OK 的啦。好，抽一个，等下抽。但我们不能着急。对对对，好好好，来请看。有自信吗？好，不能讲哦，不能讲。我觉得他很有自信。我也觉得他沉沉稳稳的，稳稳。请问是什么学校？南方大学学院。南方大学学院就是戴佩妮的学校。哦，他们是艺术的最好。怎样？我跟你讲，我其实不担心，因为我觉得他就算画到五层，现在就应该就猜出来了。确定哦，好，请看。啊？这是什么鱼吗？这是鱼吗？还是草？面，它有脸呢，是不是呢？为什么它的头有一只一根毛？对啊，这是一碗面呐，汤面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鱼面。什么肠？哦，哇塞，它是谁？这个是什么？我要去看一下。连家境都不知道。Hello。Hello。你会讲华语吧？哎，你好。哎，谢谢。拍完照要付出代价。我跟你聊个天可以吗？我们现在在综艺玩很大，我们在过关。你是附近的人吗？对啊，是不是很熟？对啊。你住这里？你常吃东西吗？对，美食之类。你可以就是把你想象中的食物画出来吗？就是画出来，让我们猜到你在画什么。我们对，我们就可以过关了。对。我只是怕我的画工太烂，不怕。其实最重要不是画多好，是要画的我们看得懂，它的重点。对 ，OK， 了解吗？可以了解了。来，你要抽个题目，你要抽一个哇，哦，不能给我们抽一个题目，只有你可以看啊。OK， 他脸很有自信。你看，像这种包子里面就很难讲，它包子里面还有什么猪肉碎、臭豆。对啊，每一个饼不太一样。你有多久没画画？久没有画画，没画。只是我画工真的是没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在座的我们搞不好也都不太会画画。没有，我画比你差多了。其实他的就是这样子罢了。其实我想不到还要怎样去换他的。没有就不要加了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他的就是这样子的罢了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哦，小东西，一个大的，四个小的，没有，我觉得很像这个，哎，其实很像一片一片，一点一点。可是它怎么会画这样就是上面很多芝麻，一点。可是就怕有很多种不同类型，我们只是还没看到而已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先进去看一看。这个是什么？看得出来是什么吗？我觉得有点像虾子。我觉得虾子好像有一点，那就虾面吧。虾面？什么虾面？有啊，有虾面啊。这个是虾子啊。虾面，那就有虾面。就是虾子，因为它这个什么虾面？它只是忘记画脚。就是它像咖喱面，但是是虾。它有眼睛。请问这有虾面吗？里面啊，里面有虾面。里面有虾面。啊，这里啊。有吗？虾面。福建虾面。虾面，老板，这是虾面吗？虾面吗？老板说对，觉得是鱼哎。虾面不是，没有鱼面。鱼才是这个。没有，我觉得鱼它会，我觉得鱼它会画那个鳍。对，鱼它应该画得很好。
鱼面不是怡宝的，对啊，虾面才是。虾面，虾面，虾面，虾应该是会是这样画的，但鱼这样啦。但我觉得它画这样是，应该是虾，因为虾才有这个纹路。而且你要注意这个须须，因为鱼是不可能画须须的。一样的须。而且这个三点是什么？眼睛、鼻子啊。他告诉你这是动物。虾面。虾。我觉得应该就是虾。为什么它有虾跟那个米粉啊？就是这个面呢，我们自己可以选的。你要全米粉，或者通常就是会混的。哦，你看一下长得像不像啊？像，是不是像这个虾面？